一个梦，管它世界多美，风景什么无所谓，我只要浪漫芭蕾，牵着你的手，坐热气球，爱的氛围，跟着我探索新宇宙，下一个奇妙感受，是你的眼眸眨着温柔，向我挥手，把梦想靠氧气，不用甜蜜自带火种，点燃每份浪漫星空。鱼会好吃吗？看上去还挺好吃的。等我以后会做了，我一定做给你吃。你别在那站着，吓死个人！有话过来说。那个账本的事儿，对不起啊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听不见。我说对不起，账本上没要完的钱，我会还你的。真的？嗯。一言为定。好了，原谅你。这么简单？不然呢？你还想有多复杂？哎，我都道完歉了，你还砸鱼干嘛呀？我这是敲石震鱼，这么热的天，鱼都喜欢在石头底下躲太阳，我这一锤子下去就能把它们砸晕，你没见过吧，城里人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你行，你试试。呀，某些人不是说可简单了吗？我那是今天第一天练习，不太会用力而已。尝尝吧。哎，就算是蝇头小利，你也不能这么浪费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逗你。你要真是故意的，我早揍你。你很在意我之前说你为了蝇头小利浪费时间的事情吗？其实也不在意，毕竟你说的是事实，我确实成天脑子里就那么点小事，但你说创作那些我也听不懂，听起来还挺厉害的。我不厉害。哟，这就开始谦虚啦。我没谦虚，是真的不厉害。我今天听说朋友写出了受欢迎的歌曲，我还挺开心的，但也很着急。我最近没有创作出任何东西，甚至一点灵感都没有。没灵感？不可能啊，这么多好听的声音你都听不见啊。嗯，你听溪流的声音，还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，还有烤鱼滋啦滋啦的声音。我说的是音乐。这些不算音乐吗？我也不懂，就觉得还挺好听的。你仔细点。
对呀、啊，我之前胡思乱想那么多，都在凭空创造音乐，结果却忘了身边最真实的声音。可不嘛，你要么就是在家里闷闷不乐，出门也都是戴耳机，当然听不到这么多好听的声音了。林子洛，那你现在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你肚子咕咕叫的声音，开窍了，赶紧吃吧，鱼都要糊了。我给你拿着。要干什么？我们有大事要做，不去你会后悔的。啊！晶晶，你怎么来了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考了驾照。你看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专属司机了。你的上下学，我房梁包了。你什么时候考的驾照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看你每天上学那么辛苦，想着上学放学。帮你节约点时间，为了给你这个惊喜，我憋了好久，一直没告诉你。那我也没有头盔啊。我有，我准备了。这不是你的头盔吗？关金上车。你还在浮瓜村吗？我一会儿给你个惊喜。还不来玩，听什么呢？英语听力，你听了一路英语听力，打扰了。别学习了，快来赶海嘛！哎，你没资格，你是来还债的。隔半天也不知道能赚多少钱。
一窜两百，我一天啊300-400。四百，那岂不是要补两船？小林啊，你当永兴是在做什么？那你是不是什么都不会做才来做永兴啊？哎呦，你这样也太慢了，搞到明天也做不完呐！难怪苏俏不喜欢你了，放到谁家都受不了。金金，你看，我给你拿了几个海蛎子。你怎么了？我有个单词怎么也想不起来怎么拼。金金，喝水。保持距离。啊，我没有，我不是。我想起来了 ，keep distance， 保持距离。喝水。谢谢啊。金金，我知道这里没有餐具，我给你剥了海蛎子，特别新鲜。你先自己吃吧，我再背几个单词。Refuse，refuse，拒绝。Reject，reject， 拒绝接受。Refuse，refuse，refuse，refuse， 拒绝。你怎么了？你好，你们是在挖螃蟹吗？我知道你，我看过你演的戏。我叫阿月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哎，你好，我叫王天宇。你好，我叫阿俏。啊？你什么时候叫阿俏了呀？你是来拍戏的？哦，不是，我是来拍 vlog 的。你呢？哦，我跟朋友来玩，正在挖海鲜呢。那边还有人在剥海蛎子。剥海蛎子？嗯。那我可以拍吗？可以啊。嗯，但我那朋友林子路，他这人比较矫情，我去问问他行不行。林子路，你也认识林子路？对啊。林子路，有惊喜。Surprise！ 阿月，真会挑食物，这不挺好的啊？来来来，喝上一点，我回头发给鱼喝。啊啊，奶奶，我是子路的朋友，我叫阿月。啊，你好，优奶奶，他可是我追的偶像剧的男主角。哎呦，这可真的是大明星气质哎！哎，大明星啊，一起合个影好不好？好呀。1、2、3。没关系，别放在心上啊。不会安慰人可以不安慰。怎么，看我受欢迎你这么不开心？偶像包袱怎么那么重？谁包袱重啊？头发抓了多久？这个伪素颜妆化了多久？来，我摸摸来。哎，别动！我在车上可弄了一路，别乱跑。阿俏，这个可以直接吃吗？这是生的，我给你拿更好吃的去。要煮熟的。阿俏，刚改了。还挺好吃的，是吗？我再吃一个。
你要不要吃？他不能吃，他还欠我钱呢。那我来一个。啊，想吃自己做，这是阿月的。该干嘛干嘛去，别耽误干活。你干嘛对阿月这么凶？这好不容易来一次。就是我好不容易来一次。阿月，咱们不理他，我们去拍 vlog 去。好。啊，你坐下。阿月，咱们走。走。哎，看来俏姐这是要铁树开花呀。哎，大高个配啊。手伸进去，往深了掏啊！有吗？我啊，怎么了？你手没事吧？他夹我。行了，他皮糙肉厚。你也别拍 vlog 了，拍这玩意儿还得看专业人士，是吧？阿云，跟我一块欣赏一下海边的美景吧。走，快点。怎么了？吃错药了？男孩的心思你别猜。哇！这有什么好看的？我跟宁宇不也只能在一块儿吗？快闭嘴啊！哎，真帅呀，大明星！摆点动。怎么了？忘了被蛰。啊？操！你们怎么了？我们两个好像被水母蛰了。哟！啊？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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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，慢点。啊！放两万大鱼，到到。他们俩被毒水母蛰了，你俩谁有尿？啊！不行，我更尿啊！我就一点，一点点啊！救人要紧，别磨叽了。你来，你来，发现身体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被毒水母蛰，童子尿管用。什么？王大鱼，上！你还给我水，你肯定是嫌我不干净了。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？我不是可爱，是帅气。给你喝的，啊？其实你今天做的特别好，虽然你有点傻，但是你救了他们两个。真的，今天给我送水喝，还说我可爱。啥呀？刚刚我忘了，正好我刚刚也忘了。不对啊，你不能忘啊！你要是忘了，那我这是为了谁？为了谁？还不是你自找的。林子路，你真没看出来？哟，你眼睛都快长人家身上了，你是不是？
学，他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我，反正跟你没关系，别瞎惦记。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？要不是我今天刺激你，让你吃醋，你自己能明白得了？刺激我？你是故意的？你才发现了？你这个铁树可怎么办啊？我可不是铁树，我也没有吃醋。随便喽，你自己想清楚就好。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有一种冲动。烟花的声音，苏俏的笑声，大家踏浪的声音，仿佛是一首盛夏猛然绽放的交响乐，让人想要永远地记录下来。尝尝这个，我们家鸡为你下的蛋啊、哦！西红柿是我为你种的西红柿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就对了。今天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。你别说，因为我看过阿月的戏啊，真的演技怎么说就是 nice。哎，里面有个保镖长得很像子路哦，我才发现。就是林子路演的。我就是子路演的。哦，身高不到1米9是演不了男主的哈，就只能跑龙套。哦，我的天哪！你为什么还要跟过来啊？哎，你别装了嘛！你明明就很想我，而且大家非常欢迎我嘛。对对对，子路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明星是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是明星。为了招待我们的明星，为了招待阿月，所以呢，我准备了一个新房间给阿月住。阿月走了以后呢，这个房间就是子路的，因为不能老委屈我们俏姐住仓库嘛，对不对？真的？那我去看看。你去看。哇！尝尝这个竹笋冻，这个竹笋是为我们家这个鸡的。哥哥，你今天好帅呀！能不能把新房间让给我呢？我在吃饭，不想反胃。子路哥哥，
子路哥哥，你最好啦。给你住。真的。哎呀，你多吃一点啊。啊，吃。我有点吃不下了。哎呀，哥哥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告诉我。我想明星也用得到牙膏吧，配合一挤上面就出来。谢谢。啊，对，阿俏，你们家 WiFi 密码是什么呀？这个嘛，林子路跟你说。我只说一遍。MQDQXYJYQYKLKLSYS2468，这谁记得住啊？这都记不住，土鳖。WiFi 是我设的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跟我学一次就能学会。Come on， 阿月。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，噜啦噜啦噜噜啦噜嘞，数不清到底有多少鸭。嗨，我记住了。小累了，营业结束，不想说话。我感觉你现在状态比之前好很多了呀。听一下。什么啊？你今天采样的吗？你刚录的？刚开始感兴趣采样混音这些，回来手痒试了一下。不过我的装备呢，还不怎么专业。可以啊你现在都会实验音乐了，还做一些白噪音呢，都是我在浮瓜村采样的声音。我现在每天过得挺开心的，起码比以前开心多了。自从我知道你是因为抑郁病休，我一直都很担心你。可是你呢？你倒好，走的时候也不说一声，直接不告而别。既然你现在好多了，你要是想回来，我帮你牵线搭桥，我去跟吴哥讲，他肯定会欢迎你的。不用你操心了，睡你的觉。啊，对，苏俏这姑娘挺不错的。闭嘴吧你。这是林子路。阿月，你以后要常来啊。苏俏，我走之前还有礼物要送给你。真的？来。哎呀！哇！就是一些周边跟等身版而已，希望你喜欢。喜欢，本来的我都喜欢。不过，你就这么走了，不跟林子路说一声啊？我今天特地没叫他，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说。你知道林子路他为什么要解约吗？知道啊，打人嘛，但那也不是林子路的错啊。但也不完全是。公司之所以可以那么快的放人，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有抑郁症。
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多照顾他一些，毕竟他在这里真的很开心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寂寞。